进来，董事长。这是这个月的盈利报表，还有新开发土地的协议书。哎，放下。吃早餐了没？吃了。哎，这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茶叶。我还是不是喜欢台湾的茶叶。这阵子你替公司赚了不少钱，那我打算让你出国走走，你有没有打算去哪里？真的吗？我想带我女朋友去瑞士逛逛、欸。真的、啊？你有女朋友啊？那我就跟公司安排你们两个出国走走。好，谢谢董事长。那我先出去，我还有几份报表整理。加油。大林还要忙啊？哦，对啊，还要把这季的污染报表弄一弄。好，你叫我吧，我先下班了。拜啦。年纪该超标是够严重啊啦，我真压袂落来啊。小可代志拢办袂好，提钱甲带来就好啊。袂用个啊，代志要逼空啊！听讲即届有大阿某一个阿伯一定开生气啊。即阿伯一开始一直扫，袂一开始怀疑是你工厂个问题。你若无去控制你个排放量，会足麻烦，我还叫拖后水呢。不管开偌济钱，一定要甲代志带落来。等下早时甲我叫警卫起来。为虾米啊？因为办公室有录影，录影的。敢讲是咱拄仔讲的，叫听到。紧，紧起来，弟弟们，是。快快打包。怎么了？你先说了，把录音带收起来。你慢慢来，不要急。包thank you.
就开始流浪，烧死了。我也失去了方向。你怎么这么软弱？难道你认为小红死的事情就可以结束了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没人去做揭发的话，逮捕只有更多小红而已。可是我只有一个人，我也没有资源。相信我，我可以帮你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怎么会没有？我们新闻都没办法出来啊！看来我们还是输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们准备了那么多。人家钱多啊。怎么了？你怎么在咳嗽？没事啊，应该只是小感冒。可是你看起来不像小感冒哎，是不是因为空气污染的关系？没有啦，你想太多了。这么久了，我看我们的资源应该都被断光了，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。我怕跟小红一样。你别想太多，我相信我们一定有办法治得了国光石化的。我们留下来继续努力好吗？不要让村子里更多人和我一样。